行军途中，传令兵来报，发现附近有盗贼的山寨，并且经常到周边的村庄里打家劫舍。为了整治盗匪，于是前往贼窟剿匪。听说这附近有盗贼出没，他们到处打家劫舍，村民们苦不堪言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大家准备好，我们去打山贼。
进来。奇怪，不快找入口的话，现在就来给哥哥报仇了！
不起。